朋友们好，我是李医生。火麻油呢，是由火麻仁压榨制作而成的一种油，而且这种油中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和多种维生素，被称为呢长寿油，用来养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使用火麻油的好处非常多，特别是呢对于治疗便秘、三高等问题上，更是有着显著的效果。那么火麻油有哪些神奇的功效和作用呢？我们来看看。第一，降三高。火麻油在缓解三高方面呢，也有着较大的帮助。它含有植物甾酸、亚麻酸等物质，对于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有着氧化作用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对于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胆固醇等问题呢，有着很好的缓解作用。第二，延缓衰老。火麻油呢，富含多种维生素与抗氧化成分，它能消除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，可以减少皮肤的皱纹，使皮肤变得呢更加细腻，更有弹性。清除自由基呢，也能降低呢患动脉硬化或者是脑梗塞、冠心病、糖尿病的风险。第三，增强记忆力。使用火麻油后，它所含的脂肪酸会产生丰富的 DHA， 而 DHA 正是脑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所以增加 DHA 的摄入能增强记忆力，对开发智能有着很好的帮助。第四，通便养胃。火麻油中含有不饱和脂肪酸、麻仁球蛋白等多种微量元素，可以有效地促进胃部消化，有着养胃润肠的作用，并且还能呢刺激肠胃黏膜，增加肠道蠕动与胃液的分泌，对治疗便秘也有着很大的帮助。第五，抑制幽门螺杆菌。据实验表明，火麻油所含的亚麻酸呢，能有效地抑制幽门螺杆菌的活性，并且能够压制它的生长繁殖，对于治疗幽门螺杆菌有着很好的辅助作用。最后要注意的是，火麻油再好也有禁忌，比如呢肠滑便溏者、滑津阳痿者不要吃火麻油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喜欢今天的内容请帮李医生点赞分享，感谢您的支持。